让我们欢迎指挥王以律老师出场。今天要表演的曲目是《农村九歌》以及《光明进行曲》，请大家热烈的掌声。
绍的，鲁明哲的专业，秋青。哦，秋青，那不就是我们的那个？就是刚才那个讲的。我们请康碧荣老师，他所带领的国乐吹管六人表演的曲目是《将军令》。这首《将军令》呢，是由五月天信所作的曲子，是小朋友们耳熟能详的曲子。现在就让我们尽心的欣赏他们精彩的演出，请给予再一次热烈的掌声。
吹管乐乐器嘹亮高亢，我们感谢吹管六人小组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。下一首要表演的曲目是客家民歌联奏，让我们再次邀请指挥王以律老师出场。
谢谢国乐团的精彩的演出。